故事里有牵绊。故事里有牵绊，宇宙也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周深。龙年马上就要到了，祝愿大家马上腾龙，所求皆如愿，所行化坦途，多喜乐，常安宁。锁定河南春晚，齐歌龙东墙，我们不见不散。要说周深真是血脉里就流淌着民歌的基因，与谭维维的这首新歌听，咱就是说这样的选曲才配嘉年华三个字。说这种原生态民族唱法，周深之前也有唱过，与腾格尔的《大鱼的海棠》，每次听都让人感动，尤其是周深这一嗓子，直接让人美晕。而语言天分拉满的周深，在不久前不仅解锁新语言蒙语，连蒙古长调也给拿捏了，清亮的声音直沁心脾。南溪耗子好美妙中的无敌吟唱，花腔和小提琴交相辉映，真的是让人一直重复，一直鸡皮疙瘩。回神都这首歌更是民族唱法加流行唱法，其中的转音和颤音简直就是乐器成精。的音乐风格独具一格，不拘一格，它可以轻松地演绎民谣、流行、摇滚等多种风格音乐，每一首歌都有它独特的诠释和感受，它的声音犹如一股清泉，直击人心。另外，最新一期《生生不息》播出后，谭维维、周深合作的新歌《听》彻底出圈了。除了在播放量上遥遥领先同期其他歌曲外，也一度攀升到 QQ 音乐巅峰潮流榜第二名。这个榜单被 QQ 音乐放在了榜单的第一位，也是很多人不知道听什么歌时首选歌单。除此之外，更是被大佬级主流媒体转发力宣，比如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国家通讯社、新华社官微直接带话题歌声传递爱的能量，发文称谭维维周深合作带来歌曲听，世界无声大爱震耳欲聋，
新华社快看官方微博、新华网官微、国家广电总局信息中心官方微博也都发了同样内容的微博。同时，新华社更是主持了相关话题。在相关话题下，一些知名主流媒体官微也纷纷发了差不多的微博，比如半月谈杂志、中公网、北京青年报、时政新闻账号等。央视网文娱官微也在话题人人都有不幸人人都有荣幸发文说，谭维维和周深一起为听障家庭写了首温暖感人的歌曲听，歌里表达了孩子采下各种声音给父母听，让父母也能听见。人人都有不幸人人都有荣幸，歌词更是直击人心，世界无声大爱震耳欲聋，是谁被歌声里的大爱感动到了？某种程度来讲，周深谭维维合作的这首歌已经是一件艺术品。正如新华网主持的话题所说，周深演绎世界无声大爱震耳欲聋。